我拢知，啊，我拄只嘛甲你解释过啊嘛。我即马所有资金拢卡在每批新的机器，我无法度通周转啊。后个月，等后个月哦，一批新的机器交货以后，我就甲迄机器哦摕去银行贷款。钱拿落来，我随来处理哦工厂环境的问题，好不好？后个月，老董诶，这工厂一工处理的面粉偌大量呢？这粉尘都偌侪问题呢？若是无注意，工厂几个都无去啦。而且这工厂上重要的是员工的生命安全，家还是死的，员工是我的。若是你，你要想搁倒一个？你讲啊！啊，你咱拢讲袂出声啦，啊！我毋是无要处理嘛，我无钱通处理啊。钱若来，我随处理啊。你是安怎就来打这么硬啦？无是你头家，我头家啊！对，你头家啦。你讲话上大啦！我跟你讲，我今晚我爱做，我等下死死要等吃家己啦！还有秀山啊，没有秀山啊，你稍等下啦！秀山啊，秀山啊，哎呦，你稍等一下啦！你先慢生气，咱来好好讲一下。这景宇吼，是你今仔规工厂拢爱打，连便所拢无办过哦。啊，今仔嘞，我是咧打心酸的哦。我知，啊，我今仔真正有困难啊。而且做我手顶也是一天两天的代志，我的个性你敢不知？我无可能放外外啦。安尼，你先把星期天的计划先暂停，先把安全吼顾好。我甲你保证，我会替你赚足侪足侪钱啦。你无可能嘛？你我家己哦早就甲日本遐讲好啊，啊你嘛知啊，日本人是足鸟我的呢。而且我家己哦，大家是排队在抢呢，我哪可能赢啊？讲到底，你才是盲。哪里吼，无话通好讲啦！哎呦，秀山呐、啊，秀山呐、啊，等啦，等！哎呦，我的脚真痛啊！无你起码是安怎啦哈？无要做上大事无？好啦好啦，凊彩你啦，我另外找手丢好啊啦。啊！我够硬皮的啦！啊！这你们在变桥，是不要要靠做生意啊？真正有命啊！啊！秀山啊！秀山啊！啊！来啊来啊！秀山啊！秀山啊！有老母啊！赶紧叫我车啦！有老母啊！这就是是安怎啊？我看到伊在地心内这么艰苦，这是我的心肝啊！到即摆就也逃未开啊！所以牛厂长就安尼过身啊？原本我跟廖春讲，是因为哦，秀山太过生气，就走太紧。啊！无说你才会跋落去的。等下，听你安尼讲，事实敢若毋是安尼啊？因为我是最后一个甲伊接触的人啦，所以一开始警方嘛认为讲我是嫌疑人。后来调去监视器的画面一看，才知影讲是有一个人安尼雄雄走出来，甲秀山杀落去的。因为迄个画面哦，才证明讲我是清白的。还是讲哦，秀才这个人哦，个性安尼较急啦，啊性地又搁较慢，啊常常得失人就唔知影。啊嘛唔知是毋是讲哦，啊其他员工结完仇，才去拄到这款意外。鞋冲啊啦！啊啊，歹势吧，给你破掉。嗯，无紧啦，无紧。哦，我来提桌布啦。阿斌啊，我来的话，来来来来。爸，阿奶呢？哦，那厂长伊敢有家庭啊？阿你后生敢有照顾伊厝内底啦？哦，当然嘛有啊。小三哦，对我几落年呢？啊，伊可是我上信任的员工啦。安尼雄雄来过身去哦，我心内嘛真艰苦。那
那呢？你是直接给因一笔钱，还是？秋山过身以后，因某出局啦，哦，啊，家己娶一个后生啦。啊，迄时阵哦，我用迄工厂的名义哦，给一笔钱啦。啊，秋江哦，为着因后生，就想讲袂当干那扣一笔钱啊，啊，就继续来工厂上班啦。啊，伊个后生哦。是安尼，足友好，足会享受的啦。有一天啊，因为惊讲伊妈妈咧巴肚枵，就摕起下下好伊的胖哦，摕来工厂要给伊妈妈吃啦。想知啊，就拄啊好伊讲，工厂发生个粉尘爆炸啦。那你，迄个囡仔嘛死啊？就叫用伊的性命保护伊的后生。伊用伊的身躯替伊后生挡，所以手脚死啊，因后生也活嘞。我就知影，就是意外，死者厂长连伊某也死啊。当初用心是要来照顾这员工的。家凤，你用人证件都要创啊？啊，无啦，我是听我爸讲这个代志，我感觉。这是一个遗憾呐，也久啊！当初嘛是有机会咱提早预防的啊，敢是？罗在兴，你真正是白贼的讲鬼胆。当年你一定是利用权势甲案件吃掉，真相甲志豪唔知影。啊，不过我真清楚，因为我就是刘家的孤囝，而且伊讲，我亲眼就看到你。把我的爸爸杀落去！你有想怎啊？我咧有嘴讲到无乱咧，你也是坚持要跟我还刀的，啊无安尼啦，头家你来做啦。这种无良头家我真无爱做啦。你别走哩！你放开我咧！你，我跟你讲啦，你讲你要坚持，我都可能帮你走啦。这是违法的啦！你把我放开，放开啦！我无可能帮你走啦！罗在兴，我明明都看到你是亲手害死阮爸的凶手，你我刚刚代志提到你里里，真正是卑鄙无耻！我要让所有人知影，你这个伪君子是安怎杀了别人尸体爬起来的？我一定要把你母甲弄到山底，替阮爸妈报仇。万一等一下问到一挂我无想要讲出来的问题，我敢有法度选择？卖回答，当然会使啊！你催眠的时，你感官也当保留对外界的感知甲意识，我的发问甲引导，你都会当选定是不是要回答。啊，看起来家风新来吼，有头上真侪秘密哦，这确定惊人知啊！啊，爸，我来咨询哦，是要大家安心的，啊，你等到。把我冲地家峰爸是怕说你压力太大你才条件跟你滚生气要让你放得轻松稍等一下你就相信蔡医师对着他的引导来做治疗我都会在这等你刷下来我算到十的时候你的潜意识就会带你回去过去的某一段时间，一个对你来讲具有关键影响力的事件。这时阵，无论你看到什么物件，你拢爱像记者伫现场报道共款讲出来。当你做安尼选择的时阵，你的心情就会感觉真好，心内压力嘛会解除掉。六、七、八、九。十，家峰，你即马看卖，你徛伫啥物所在？嘴边啊，无看任何人，爸爸妈妈嘛无伫边啊，我敢若惊放弃啊，我袂找我爸爸妈妈。
爸，妈，我找不到回去的路。爸妈，我出去了。我跑进去水底里面啊！我想要浮起来，救我！下下雨大救我！你别惊，你放心，你会无代志。对，有一人有我这边想过来，伊拿我的手，伊要搞救。是个囡仔，你敢有想要看清楚？迄、那个囡仔面貌啊，生作啥款？你敢有看过伊？我无看清楚，伊做啥物款？伊爸爸我看到伊，我讲话，伊袂睬我。我无看到伊啊！我今晚。刚刚就无爽快。你冷静，你放我轻松吼。等下我算到五，你会当回来现实的世界，一切都拢无代志。一、二、三、四、五，回来。谢谢。蔡医师啊，你的意思是讲？家风细汉时阵，激出的意外对伊有真大的影响，甚至到即摆也感觉不安，感觉惊吓。我拄则敢有亲嘴讲出来，我捌落入去水底内面，啊，查一点仔淹死的过程。因为我要找的问题，到底是倒一项事件对你的影响上大？照家风拄则讲的情形来看，伊的困扰是当初是救的人到底是啥？伊敢若会当确认救伊的人是一个囡仔？爸，啊，所以讲，家风细汉发生的意外，真正另外一个囡仔呢。嘛，就是讲家风跋落水的时阵，现场还佫有另外一个囡仔接到。那安尼，家风伊当初所讲的，都拢是真实的，无骗人啊。我甲你妈无亲目睭看到啦，唉。安那安尼啊！恁拢要想想这，家风讲的只是过去不发生的代志，过去的代志讲出来，未阁影响伊即卖的生活。等到要注意的是，家风最近身躯边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才会甲伊心内的无安全感刺激出来。哥，你心内若是有啥物压力，你爱讲出来，莫讲你心内拢唔讲。我今嘛无啥物感觉啦，所以恁大吼免我烦恼啦。啊，而且今嘛我也真重要责任来去做呢。啊，亲像妈妈今嘛的代志啊，还佫正巴肚来囡仔，所以我才无时间哦去想遐尼侪咧。无恁先甲大家讲吼，我先去啊拄只治疗剂量吼做一下整理。我对你过，先煞要甲你讨论，咱后一爿的聚会要办在啥物时阵？家风啊，嗯，我治疗完，有感觉呢，较轻松无？啊，这深层催眠可能是为着要帮我找出心内疑问是啥。啊，我即马个人感觉真好啊。嘛无安怎，嘛袂感觉无爽快啊，所以恁大家免烦恼啦。哎呀，啊，不过爸，家风都已经安尼讲啊，咱来相信伊啦。啊，搁再讲，啊，家我嘛已经知影位啊，以后若是有需要哦，我再搁陪家风，甲医生约时间来啊。好啦。奇怪，明明是罗家风才会知影吉水的意外。想做我买个同款，有这块深层的记忆。